鸡蛋以后别再炒着吃了，像我这样做不好吃，你就坐着飞机来打死我。今天用鸡蛋做一道美食，起锅烧油，放入两个公鸡蛋，煎至两面金黄，锅留底油，下蒜末爆香，加入一勺番茄酱，再来一点生命的源泉。加一勺生抽，一点陈醋，再来几滴老抽调调色，放入煎好的鸡蛋，再来一大勺白糖，300粒盐调味儿，大火收干汤汁儿，番茄荷包蛋做好。娇姐主页更新了1500多道作品，每一道都是家常菜，简单易学。如果您有缘点击这个视频，帮我点一个宝贵的双击呗，感谢家人们帮我点的每一个双击。出锅，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的老铁可以关注我。